My shoes. Cleaner. Faster. Flexible. Classic. Lighter. This is my shoe. And also yours. TP4. Peak. I can play.让我保持活力自信，汗水却让我满身黏腻。施巴运动沐浴乳 pH 5.5 温和保湿，从头到脚一瓶洗净，好的清洁，肌肤有感觉，运动后的完美犒赏。施巴运动沐浴乳，全省施巴专柜及各大通路热卖中。钱，然后买了一双很贵很好的球鞋，可是就随便穿一双袜子，然后就去比赛，然后结果还是常常造成一些受伤或者是脚底磨破皮的情形。那双袜子它的材质我觉得很舒服，很棒，现在就可以帮助我在场上有更好的表现。然后所以我现在常比赛就会想要穿一双袜子，可以让我更自由自在做很多动作，然后让我真的实际上会有很多更好的表现。西瓜，西瓜，就有这么难吗？可是实际上运起来真的蛮弹跳的，蛮跳的。OK， 平常不会那么惨的，然后运这个特别惨。好难哦，真的，感觉真的会乱弹的，就很难运，它会跑跑去，真的很难运。好好，谢谢谢谢。会漏气。不是，这是不规则的球吧？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不规则的，不规则的球吧。收看 D-Live 长家夏季篮球邀请赛，我是主播游品瑜。本场赛是由桃园璞园出战达新工程的比赛，我们为你邀请到的球评是李毅生。坤哥你好。你好品瑜，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赛前呢，这边想请问坤哥，前几天呢，萧顺义呢，就是传出就是从金九转至桃园璞园，那前两场的比赛呢，还没有看到萧顺义登入名单，但是今天他登入了。您对他的今天这场表现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对，其实萧顺义在金九上个赛季他的发挥蛮出色的，不管是打先发还是打替补，其实他在小前锋这个位置上的适应力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在璞园刻意把他登入，第一个让他来跟队友熟悉磨合一下，另外就是今天的对手是 SBL 总冠军达新队，所以整体的战力也完全不同，所以给萧顺义上来磨练，同时也面对 SBL 总冠军层级的达新队，我想这对于萧顺义，对于璞园来说，这是一个蛮好的测试比赛啊。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达新工程与璞园的比赛。两队目前呢，在前两日比赛是各拿下两胜，所以今日这场比赛也会决定谁是分组的龙头冠军。我们把画面回到场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背号七号林耀宗，八号陈世杰，十二号施静瑶，十四号李奇伟，以及二十一号的简浩。打新工程部分则以八号的罗玉群，十二号林怡辉，二十五号张家荣，二十七号黄正，以及背号七十二号的吕继尔。在昨天的比赛呢，桃园璞园林耀宗个人拿下十五分，另外彭俊业有着三次助攻，以及林耀宗八颗篮板的表现。打新工程部分则以黄正二十六分、罗玉群五助攻以及黄正十四篮板的进账。其实这两场比赛，打新工程的黄正以及林耀宗两个球员表现都相当优异呢。没有错，其实黄正在过去这两年，他整体的表现、投篮的稳定性，都已经具备可以打中华队的能量了。是，我觉得他的外线、他的身高，还有他在球队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他比较出色的外线的投射，他是一名值得被期待的年轻射手。那至于林耀宗，对，就在这个小四号的位置上，他好像感觉在夏季联赛打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没错，对，所以如果他们可以在 SBL 赛季里面持续维持这样的信心，信心很重要。今年四大运中华男篮为什么可以打得这么精彩？有信心，信心上来了。你说他们在技术面、观念上有改善多少吗？我觉得有限，但是信心上来了，打起来就不一样。林耀宗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是包括昨天台鹰队的陈佑许，
是，对，你给他信心，他打起来就会把他的球技，把他应该有的能力发挥出来哦。哇，看到西湖好感动，好久不见了。背号八号的陈世杰，嗯，上个赛季他是在大陆 CBA， 是，福建的群星，福建队，福建群星，也是现在胡龙茂的球队，对，没有错。不过去大陆 CBA 要混日子不容易啊，不容易。但今年的选秀好像都被台湾人给抢走光芒了。不，这本来这刚刚好而已嘛。我们都是国手去参加选秀，当然状元榜眼都要是我们啊，是，对不对？那其他都是大陆 CUBA 的大学生嘛，大学生青年队，还有他们的刺激联盟的选手。所以其实我还要呼吁国内的球迷，不需要在 CBA 的选秀状元榜眼上做太多的文章了。是。对，比赛开始，桃园浦原陈世杰带球过半场。这边施靖瑶三分外线投射没有，林佑宗抓下篮板，球给外面的简浩，陈世杰。这边再给简浩，李奇伟三分外线出手，球没有进。林佑宗再把球给抓了下来，给在外围的施靖瑶，再给李奇伟。底线简浩地板球给施靖瑶，这一球被拨掉，球权重新回到了达兴工程。张家龙地板球，你看达兴派上一个多矮小的阵容，嗯，中锋是谁？林怡辉，大前锋是谁？是黄镇，这应该是打二号、三号位置的球员哦。不过这个身材也相当的厚实，这不是一大四小，这叫做五小哦。这个外线投射并没有把球投进，球权重新回到了桃园浦原，林耀宗被框。这个放球没有顺利把球给放进，吹的是背号八号罗玉群打手犯规，背号八号陈世杰。像陈世杰这种打法跟球路，他要在大陆 CBA 混，我觉得教练要有很好的能力，因为一般的教练你用不好他。是。那我觉得教练能力也是目前 CBA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哦。嗯、对。怎么说呢？对不起哦，你要我讲真话吗？基本上靠球员打球嘛，那这是绝大部分教练都一定要经历的。你的球员好，你的天分好，你有最好的球星，当然你赢球的几率就高。那像不管是胡龙茂或者是陈世杰这种功能性的球员，你怎么把它摆到团队里面真的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四大运不管是中华男篮、中华女篮的外籍教练蛮出色的地方，他们懂得把这些球员摆到一个合理的位置，给他信心，我想他们会成功，团队会好，不是没有原因哦。今天也是四大运的闭幕典礼，黄镇三分外线跳投出手没有，简浩抓下篮板，李奇伟这边地板球给底线的简浩，再给李奇伟，这个打板放进。拿下了桃园浦原的第一个 field goal， 2-0，桃园浦原暂时领先。吕继尔。我们看吕继尔，其实上个赛季他在大兴队，他的发挥、他的成长是看得见的。他现在逐渐可以扛下先发控球的任务，他有高规格，大概有184.45公分左右。是。那经验慢慢的累积上来，信心提升之后，那么整个大兴队的后场一定会更融洽一点哦。杰反手上来没有放进，球权重新回到了达兴工程。这一球张家荣篮底下一个假动作，球再给出来，吕继尔遭到了陈世杰的干扰。达兴张家荣技术犯规。
张家荣这个球会不会吹技术犯规是第一个，他认为他的上篮对方犯规了，裁判的哨音放过。但是呢，在下来之后，当然球员之间也有一些小动作，不管是假手或砸假脚，那这个球应该是张家荣对于裁判没有吹他，吹对方犯规，所以他可能在整个态度上不恰当，所以裁判吹了他一个技术犯规了。双方开节目前是3-3平手，这球被黄镇拨了出去。你看开局打了3分多钟，不管是璞园的一对一防守还是达兴的一对一防守，这两支球队都很成熟，他们没有轻易漏掉自己的防守的位置、哦、所以你看球队的层次跟球员的经验，从这种对位虽然只3-3打了3分多钟，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目前两队是并列 B 组的第一，本场比赛将会决定 B 组的排名战。那第三名是泰鼎科技，第四名是建行科大为班底的国光电力。第五分是15秒，桃园璞园以3-3暂时与达兴工程战成平手。陈世杰这一球跳投两分没有拿到，林耀宗要到了2次罚球机会。你看从上一场比赛到现在，是林耀宗他这个小四号是对于二波的进攻篮板他掌握的非常好，是非常的对，意图强烈。对，那当然，这信心的提升跟他打得很有积极性，对他新的赛季会是一个蛮好的期待。是，但是你要知道，夏季联赛跟 SBL 正规球季不一样，就在于场上会多一名7尺的长人，就算没有7尺，大概有205公分。是，所以其实场上整个的局面又会变得不同。嗯哼，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我们的球员跟我们的教练必须要去熟悉跟适应的。是，怎么在有洋将的情况底下，你个人的作为？场上的作用还是能够发挥出来啊。这边其实刚刚邱平月一定有提到，就是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四号、大三号的一个体型的球员，其实外线能力对他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要外线能力，其实不要说小四号、大三号，每个位置都一样。你打控球后卫没有外线，大概也不用混了。是，对那些没有外线的后卫，自己都要想清楚。对，在现代篮球里面，你没有外线，大概就不用混了。目前前半节桃园璞园以6-3暂时领先。简浩三分外线出手，各位观众朋友，待会中场的直播影片留言串，我们将举办留言抽奖品的活动。那奖品呢会统一在9月4号的时候抽出。那凡是留言问李医生坤哥问题的，那我们会从中抽出本次赞助商所赞助的 Parker 四代篮球鞋、台湾黑狗胸终结者篮球袜。本次比赛 Angle 用球、18木运动沐浴乳以及有熊运动所赞助的运动机能气垫袜，还有按摩小球等多项好礼哦。所以中场休息的时候，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将会在直播影片留言串与坤哥做互动。那你们也可以在前半节的时候呢，香香想要问坤哥什么样的问题，那他也会在中场的时候呢，与各位做一对一的回答。在互动之前，我还要数落一下岳盈利哦，他刚刚不是当球评吗？是。那为什么现在不上场？他连球衣都没换。他要把机会留给留给年轻的球员吗？那表示他该淘汰了，不是吗？没有没有。好像是他在韩国比赛的时候有一点伤的状况，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还在复原当中。好吧，其实我知道了，我只是开开他玩笑。我想说奇怪，为什么？
当完球评之后人就走了，没有换上球衣。这边要帮学长讲一下，解释一下。带球过半场的是背号72号的吕继尔，林辉这一球给罗玉群三分外线投射，吉文如抓下篮板，再给球彭俊彦带球过半场。陈建恩再给彭俊彦，塞到篮底下，吴宏兴这一球，张荣轩一个漂亮的协防火锅。是这个球还被盖火锅，吴宏兴真的要检讨了。你202公分哦，对。吴宏兴反手上篮，还是没有把球放进。这边林耀宗要到一次净算加罚的机会。看得真舒服哦，耀宗就是要这么打。嗯，对，把他的二波的篮板哦，他第一节打到现在已经抓了4个，还5个。是他前两天都有 double double 的表现。嗯，而且你看他光单节就可以抓下超过5个进攻篮板，哦，这真的不容易哦。打心要把195公分的常人翁家宏换上来了，因为禁区真的太矮了。林玉群、林一辉三分。彭俊彦底线，再给。还有3分15秒，桃园璞园以13-6暂时领先。打进攻城，吕继尔这一球上篮没有放进。陈建恩再给彭俊彦，过半场塞到底线的简伟如，再给陈建一个转身，再给林耀宗2分跳投出手，没有。黄正。林一辉这个转身再把球给出来，黄正底线，吕继尔三分外线出手，林耀宗再把篮板抓下，快速过半场，林耀宗篮底下2分放进。哦，他整个信心完全打了出来哦，所以你看不只是二波的进攻篮板，他的空投跑动跟接应攻防转换节奏的拿捏非常清楚哦，而且打了，他真的打了很有效率。而且体能上看起来，即便前两天啊上场时间，还有他的不管是攻守两防的一个展现，到了第三天一开节还是企图心跟整个打法都相当的强硬。嗯，哇，这边林耀宗再把球给抓了下来。耀宗今天要创纪录，他单节进攻篮板应该超过6个。这个地板球没有给好，球权重新回到打清工程。快速过半场，吕继尔一个上篮，要到2次罚球机会。这边桃园璞园请求暂停，第一节还有1分49秒。桃园璞园以15-6暂时领先。打新工程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待会中场在我们的直播影片留言串将会进行坤哥有问必答的活动，那凡留言的朋友们呢，我们会从中抽出 Parker 四代的篮球鞋，那另外还有终结者篮球袜，本次比赛用球 Angle 施巴运动沐浴乳，有熊运动机能气垫袜与按摩小球等多项好礼哦。有问必答，我有没有礼品啊？我答了那么多，结果我都没有帕克球鞋。对，我昨天那个。不过你看璞园队今年的阵容，西湖陈世杰回来了，是，简伟如来了，
萧顺义也来了。是，我跟你讲，今年璞园队后场的阵容，你真的要抽号码牌才能上场。对，另外还有关达佑跟李家康。关达佑、李家康补了五个人，那他原来就已经有陈坚恩、彭俊彦，还有吴家俊、是李奇伟、林金榜、施晋尧，他本来就有六名主力，再补进了五个新人。他后场一号到三号位置总共有11个人，太可怕了。璞园队今年的阵容深度，还有未来5到6年整个新秀的培养都没有问题，他们未来可以3到4年不用选秀了。是。另外还有本届世大运表现相当抢眼的陈冠权。我刚刚没有提到陈冠权，基本上他是属于内线球员，对，所以我刚提的是后场的一号、二号、三号位置。那坤哥这边认为他们在后卫群的调度上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呢？基本上在整个控球端，哇哦哇哦，吼吼。真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统计一下，耀中第一节已经抓了几个篮板了。林辉上篮。其实目前璞园队的三个主力控球后卫都蛮好用的，陈彦恩的外线，吴家俊他已经上个赛季慢慢打出胆识，没错。另外就是彭俊彦，他的突破相当好，所以今年多个西湖之后，他在关键时刻可以上来改变比赛，所以璞园队其实后卫的阵容已经非常的完整了。陈建恩这一球上篮出手没有？这一球传的有点太长了，球权重新回到了桃园璞园。彭俊彦地板球给林耀宗，彭俊彦这边绕过底线，再给篮底下的吴宏兴两分放进。吴宏兴、彭俊彦助攻。不基本上在控球这个环节，我觉得璞园队还是要积极培养彭俊彦，因为彭俊彦在整个对位上，在突破的能力还有创造空间的部分，他应该是璞园最好的一个。是。王子刚三分外线出手，三分拿下。这边长传篮底下吴宏兴，好，这球传得非常大的，是，虽然只剩下18秒进攻时间，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握最后一击哦，还是强行进攻，这个快攻制造了犯规，但是你同样留下15.5秒给达新队来做反击哦。最后10秒，打新工程，目前13-18，暂时5分落后桃园璞园。吕继尔，这一球打新，打新工程底线球。节比赛结束，桃园璞园以18-13暂时领先。打新工程啊，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待会中场的时候，我们将会有留言抽奖品的活动。那凡是留言呢，在我们的直播留言串留言，跟坤哥李医生提问的，我们将会从中选取2到3名的网友，在9月4号的时候会统一抽出奖品啊。奖品内容包含有亮鱼体育所赞助的 Parker 时代篮球鞋，台湾黑狗修所赞助的终结者篮球袜，本次比赛用球 Angle。施巴运动沐浴乳、有熊运动机能气垫袜以及按摩小球等多项好礼，所以待会直播中场直播的时候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TP4 Peak I can play。好的清洁，肌肤有感觉，运动后的完美犒赏。施巴运动沐浴乳，全省施巴专柜及各大通路热卖中。
二节比赛开始，桃园埔园以18-13暂时领先打新工程。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待会中场的时候，我们将会有留言送奖品的活动。那凡是留言，跟球评李毅生、坤哥提问的，我们将会抽出2-3名的网友。那奖品内容包含有8个撕开篮球鞋、台湾黑狗熊终结者篮球袜、本次比赛用球 Angle、施巴运动沐浴乳、有熊运动运动器的气垫机能袜以及按摩小球等多项好礼。王子刚上来没有，球权重新回到了桃园埔园。这边吕继尔跟黄真一个2-1的机会，2分没有放进，王子刚再把球给要了回来，地板球给底线黄真，3分外线出手，吴宏兴抓下篮板，球权重新回到了桃园埔园。萧顺义3分外线出手没有，桃园埔园背号23号的萧顺义。桃园埔园做球衣的速度还蛮快的。这是基本动作好吗？做球衣，他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就要把球衣送过来了，请 professional 一点好不好？好好好，真是哪有经常在用胶布贴的啦？这个联盟要改变了，对，这是基本动作，基本要求。是。我喜欢他选的号码，23吗？为什么 ？Michael Jordan， 穿23号，你总是要很厉害吧？要不然会被笑的。我们也期待萧顺义未来一年的一个表现。台湾艺术大学100学年 UBA 冠军班底球员，也是主力球员。施晋尧，好球！施晋尧。这边3分外线出手，球出界。林辉。张家龙上篮，2分放进。安妮下吴红星转身反手上篮。带着一球的领先，桃园埔园。地板球给翁家宏，这球再给出来。林一辉，再给吕继尔，切入再给外面翁家宏，底线3分外线出手，王子刚。你看达兴这套战术，王子刚已经多次在两边的底角埋伏在那里，没错，对。透过一个 inside out 传球，找到一个很棒的出手空间哦。那再加上王子刚他的外线，尤其是这两年，其实3分外线的稳定性也增加了。但刚刚吴宏兴的一记篮下2分要到，也帮助桃园埔园在反超比数22-21暂时领先。吕继尔这一颗转身被阻挡，桃园埔园快速带球入半场，地板球篮底下萧顺义2分放进。其实萧顺义上个赛季在金九，他做了蛮大的改变，就是无球的跑动。是，你看他现在手上不需要有球，他的空手跑动跟接应能力越来越好，这就表示他的球技跟成熟度越来越高哦。今天桃园埔园的比赛，李家康与关达佑是没有登入。那萧顺义是本系列赛事第一次登入桃园埔园的阵容名单。
其实今天打达新，我觉得嘉康跟关达佑两个人登陆的几率本来就不高，因为毕竟对手的成绩不一样啊。是。前面两天对上的是国光电力与泰鼎科技，那多数都是 UBA 的球员。那今天也是 B 组唯一一场桃园璞园以职业队的比赛。今天拿下胜利的队伍也会列到 B 组的分组第一。底线萧顺义，再给外围的吴家俊一个切入小抛投，没有吴宏兴抓下篮板，两分放进。吹的是背号十四号李奇伟的拉手犯规，达新工程底线球。外面黄镇三分外线出手 ，yes。你看他投篮很舒服，对，尤其是这两三年，而且你看最近两个赛季，其实黄镇经常在比赛中有连续性的爆发。是，一名射手这很重要啊，你总不能够四五场准一场，你必须经常要有一场比赛有四五球连续可以投进的、啊。王子刚的上篮被陈世杰给盖掉。哇哦哇哦哇哦！这边好像也是膝盖有点问题。王子刚，王子刚暂时下场休息，换上的是背号八号的罗玉群，打新工程底线球，篮底下翁家宏两分放进。哇哦，这个底线球发得真漂亮、啊嗯！翁家宏透过队友的两层的掩护啊，轻松找到一个篮下接应的空间哦、啊。不过以璞园队的经验，真的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啊、嗯！太大意了。陈、嗯、世杰。这边用力抓下篮板，还是没有把球放进。翁家宏，这边再给黄镇，给在张家荣外线出手，哇哦，三分。底线陈建恩，地板球给简伟如，再给外面简浩三分外线出手，哇！这样球的转移，这样的战术跑动，这样的战术执行力，还有最终的 finish 投篮，这才是高水准的比赛哦。是 SBL 就是要打出这种层级的比赛，即使在夏季联盟哦。大脚黄镇这个切入。上篮，两分拿下。你看，连续这几波双方的进攻都是够水准。是，黄镇也在昨天拿下26分以及14篮板。这边吕继儿再给黄镇，三分外线没有。第二节2分50秒，桃园璞园以32-31暂时领先，打新工程。外围传导底线陈建恩，3秒为例。
吹的是王律智的三秒为例，球权重新回到了打新工程。哇吼！哇！吕继尔上篮得手，两分拿下，也帮助达兴工程以33-32暂时领先。这样的比赛内容可以卖票了，可以好好看了。篮球笔记可以卖票，没有没有不是，还是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到中正运动中心收看 D Life 长家夏季篮球邀请赛的比赛。那我们是采取免费免票进场制，最重要是打开篮球笔记的频道，好好欣赏我们的转播，好好欣赏坤哥的奖品。在中场的时候呢，会有留言抽奖的活动，那你只要在我们的直播影片下留言，跟球评李医生坤哥提问，那我们就会从中抽出2到3名的观众朋友，统一于9月4号寄送奖品给各位。那奖品的内容呢，包含有亮宇体育所赞助的 Parker 四代篮球鞋、台湾黑狗熊终结者篮球袜、本次比赛用球 Angle。施巴运动沐浴乳以及有熊体育的运动机能气垫袜，还有按摩小球等多项好礼哦。所以直播影片中场的时候不要走开。暂停返场，第二节还有2分20秒，达兴工程以33-32暂时领先桃园埔园。第二节还有2分钟，黄镇这边给翁家宏，黄镇三分外线出手，没有。陈建恩带球过半场，这边地板球给在底线的简浩，这边再给钱伟如，可惜遭到罗玉群的干扰。张家荣快速带球步过半场，2打1上篮，2分拿下。桃园埔园简伟如净算加罚，其实你看这几天比赛打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所谓的小四号大三号的球员很多，同样的我们像简伟如那种介于一号跟二号位置之间的双位的摇摆人也非常的多，是那当然这在现代篮球里面他们都是一种优势，而不是以往的看起来好像功能太单一的劣势。最重要是你要有很精准的外线，你要有很棒的控球能力。没错，才说到外线，黄镇又三分外线拿下。又马上一个三分拿下了，对。所以你看，黄镇其实现在你不能给他放空啊，你放空他就有办法一个接一个。这边黄镇再把球给要了回来。当然，黄镇还有一个优点，他出手非常的快，没有什么准备动作，对，这在国际赛非常的重要啊。这边达兴一个传球的失误，简伟如球再给出来，陈世杰再给陈建恩，三分外线跳投出手，没有。最后的25秒，拿新球，
二节还有14秒，达新工程以38-34暂时领先。这边再提醒各位观众朋友，待会中场的时候我们会有留言抽奖品的活动，那你只要在直播影片的留言串下面留言给我们的坤哥提问，那这边坤哥也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为各位做解说。有提问的都送品瑜的签名照，我的请大家尽量留言。我的签名照没有人要。我们有更好的奖品，像是集满10张品瑜的签名照，送1张岳盈利的签名照。那我等一下问一下小岳学长。是。好，我们的奖品有篮球鞋、篮球袜、Angle 比赛用球、18运动沐浴乳、有熊运动机能气垫袜以及按摩小球等多项好礼哦。所以待会中场休息的时候，各位网友们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篮球笔记脸书直播。第二节最后14.1秒，林育群上篮2分拿下。上半场比赛结束，达新工程以40-34暂时领先桃园埔园。那这边我们也邀请到球评李毅生为我们来做半场的赛事讲评。我们现在开始要送品瑜的签名照了，请大家踊跃的提问。没有，现在要先请您做半场的赛事讲评。半场的赛，好吧。你看哦，精彩的比赛，上半场达新反超40-34领先。达新经常摆上就是一个五小的阵容，他们最大只有一个194公分的翁家宏，所以基本上他们是用一个很小的个子来跟埔园队做抗衡。那当然埔园队也是12个球员轮流上场，但是从这个比赛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达新队即使这个赛季少了周怡翔，可是你看他们整个团队，他们的阵容深度是 OK 的。尽管达新在今年的季外、今年的暑假并没有补进什么特别的人选，但基本上他们的阵容是够用的。所以在对抗埔园这样的球队，他们还是可以打出一个非常棒第二节的好球，取得一个反超。那对埔园队来讲，由于他们今年新加入的1号、2号、3号位置的球员非常的多，还有碰碰还没有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开季季前对埔园队来说，怎么让这些新的球员可以融入到这个团队，怎么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整的组合，我觉得对教练队球员来说都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其实今年达新工程有补进，这是世大运的中锋温立煌。那坤哥又是怎么看这一名200公分的长人呢？其实目前各队当然都缺本土的长人，那在现在达新的打法里面，如果用一个老外的洋将布拉来搭配其他的本土的阵容，我觉得温立煌的空间会比较小。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温立煌也不是很棒的篮板手，另外他的进攻的得分的技巧也比较贫乏一点，所以比赛的经验不够，进攻没有特色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整个达新队还是会以洋将带四名矮小的锋卫为主，是，所以温立煌以后在这支球队里面打替补，那很可能他还是蔡俊明的替补，是，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温立煌在未来在整个达新队里面上场的空间，必须要靠他个人的努力跟表现来争取了，是。那这边也有网友想请坤哥预测下一季的 SBL 冠军。下一季 SBL 冠军吗？这个题目跟昨天的有个网友的提问蛮接近的。是。基本上我觉得新的 SBL 赛季呢，总冠军球队的三大人们就是卫冕军、达新，即使达新少了周怡翔，另外在整个阵容补强方面做得非常棒的富邦跟埔园也很有机会。你看埔园今年光在一号、二号、三号位置，
他就补了五个新人，再加上碰碰，他整整补了六个球员，而且六个球员有先发有替补，再加上原来浦原的人手本来就够，所以其实浦原的阵容、富邦的阵容都不能够忽视他，反而是今年夏天卫冕军打新并没有做很多的补强，我想这是打新必须要注意的细节。另外就是对于布拉，打新队上个赛季因为布拉他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内线优势，但是这个赛季大家怎么面对布拉，应该慢慢会找到方法。我想打新队还是要有所因应哦。这边也有网友想请坤哥选出你自己心目中的 SBL 最佳五人是谁？现在就要选最佳五人，还没打吗？你心目中，心目中的最佳五人的话，我不要挑洋将。在目前，当然第一个后卫的部分，蒋玉安是个重点。蒋玉安，那另外我觉得苏奕杰，苏奕杰在整个后卫里面，他应该还是蛮特别的。上一届的 MVP， 对，那周逸翔离开了，刘铮上个赛季就不在了，所以在二号、三号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我们的篮球的确需要一个球星，那少了周逸翔，我觉得黄镇在这个赛季他的发挥的空间会变得比较大，尤其是他在一支比较完整的球队，黄镇的投篮、黄镇的得分跟上场时间应该也会增加。反而是浦原跟富邦，我觉得他们的人手太多了，他们的天分太多，反而会稀释掉。个人球员要打出来会比较少一点，所以你让我挑一个最佳五人，我目前可以想到的，我觉得第一个蒋玉安还是会很优秀、很突出。另外，苏奕杰在整个打新队的角色也会很吃重。那黄镇有机会爆发出来。另外，男模吕正鲁你不能忽略他，他还是目前国内 SBL 最好的外线射手，是有经验、有外围，再加上玉龙队整体的系统战，我觉得吕正鲁还是一个非常抢眼的球星。至于本土的常人的部分，碰碰陈冠权，我觉得他来到浦原之后，我相信他整体发挥的空间会蛮瞩目的，尤其是经过四大运的历练之后，新一季碰碰的表现蛮值得大家期待啊。好，我们也期待陈冠权在新加入桃园浦原未来一年 SBL 的表现会怎么样。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中场休息与我们的坤哥做留言互动，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辛苦了，你喝个TP4 Pete, I can play. 要把想出
下半场比赛开始，打新工程以40-36暂时领先桃园璞园。地板球给李希伟，再给彭俊彦拦底下，李希伟两分打板没有，林耀宗再补两分放进。哇，林耀宗如果在赛季内可以这么打的话，璞园会很可怕，而且林耀宗的上场时间也可以增加到20分钟以上了。这边林怡辉。再给底线的吕继儿三分外线出手，林佑中奖把球抓下，这边长传施静瑶，两分放进。其实林一辉好用的地方就在这里，林一辉又是另外一种小四号大三号的典型，基本上林一辉本身就是小前锋，他跟我们提到的小四号大三号的球员又不一样，可是你看林一辉能带球，能创造空间，能传球，所以上个赛季达兴为什么能够拿下这种冠军，林一辉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在这个三号四号位置上的摇摆，他的进攻，他的外线的确帮助了达兴队啊。林耀宗，好凶啊，林耀宗，哦，你看他那个二头肌练得蛮不错的。是。林耀宗两次罚球机会。林耀宗的罚球也帮助桃园璞园在第三节还有7分45秒，双方战成42-42平手。王子刚反手上篮，两分拿下。你会发现王子刚好像是吕继儿的影子一样，两个人真的，你如果不仔细看点，你还不容易分辨得出来哦。两位从高中时期就是队友，那一路从南湖高中到高雄师大、达兴工程。地板球给人底下的李奇伟，可惜没有接好。吕继儿带球过半场。这边长传给王子刚，再给林怡辉。罗一群再给林怡辉。对角的翁家宏。剩下两秒的犯规哦。彭俊这个犯规不需要，对，你已经成功防守了22秒。罗一群三分外线出手，也让达兴工程在第三节还有6分20秒取得49-42的
七分领先。简浩三分外线出手。你看，真的两支球队就是比较成熟，打起来的章法、战术的执行、球的转移、最后球员的投篮哦，都在水准哦。哦吼！哇哦，吕继尔上篮，两分放进。地板球给施静瑶，跟进的简浩两分。吕继尔再给外面的王子刚三分外线，再把球权给要了回来。王子刚，啊，走步了。王子刚走步为例。孝顺义三分外线出手没有，林一辉这个要到了两次罚球的机会。两罚都没有罚进啊！我觉得林一辉故意要把篮筐给打坏掉。三分外线出手，王子刚，哇！三分球，王子刚。陈坚地板球给萧顺义，萧顺义这边再给李奇伟。这边再塞给吴宏兴对角的萧顺义，再给陈世杰，三分外线出手哦。今天两队的命中率也都相当的不错。在给萧顺义上课，就是经验。老师以移位能力、运动能力，年轻的萧顺义当然要比林一辉更出色。是，林一辉31岁了。是，你一个24、25岁的球员，不能够让对方这样轻易的从底线把你给切过去，这是防守的基本态度。当然也是一个比赛的经验。是，那这个部分当然萧顺义他自己就必须要多注意了。在这个位置，你让一个31岁的老将给你突破，就是不对啊。两罚都拿下，
这边陈建恩没有把球抓好，王子刚快速给地板球吕继儿，吕继儿要到两次的罚球机会。达兴这个快攻有四个人同时在跑，三个人在同一条线上，福原队只能够赔上犯规哦。他知道。吕继儿两罚中一，达兴工程以57-50暂时领先。陈世杰给在底线的萧顺英三分外线投射，三分拿下。三节最后两分钟，陈世杰球给外面陈建恩，一个反手上篮再把球抓下，可惜球权依旧回到了达兴工程。罗一群塞给林怡辉，林辉这边再给外面的王子刚，切入反手上篮两分拿下。返场，陈世杰，背后八号的陈世杰，李奇伟切入一个反手上篮，两分拿下。体育，你播了四天的比赛，第三天。这场比赛是不是最精彩的一场好球？目前来讲，不管是在命中率还有执行力，那另外还有分数，两队的一个攻防都相当的刺激。你看翁家宏，你不能放的，虽然他是四号的苦攻球员，专门在防守跟抓篮板，可是你放空了他还是投得进哦。李奇伟这一球没有运好，让达兴工程这边重新要回了球权。
吕继尔切入反手上篮，两分拿下。陈建恩给底线的陈世杰，肖顺义带步跳投，两分拿下。第三节最后十秒，打新工程以64-57暂时领先。黄正赛给篮底下的翁家宏，反手上篮，两分放进。真的。第三节比赛收秒。第三节比赛结束，达兴工程以66-57，双位领先桃园埔园，更正，九分领先桃园埔园。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TP4 Peak I Can Play。比赛即将开始，下一场下午5:30的比赛则是由台湾银行出战捍卫大鼎联队，晚间7:30则是由新北玉龙出战金门球场。明天下午1:30开始，依旧有着 D-Life 长家夏季篮球邀请赛的赛程，那 A 组排名第一名将会对上 B 组的第四名，第二场比赛则是 B 组的第一名对上 A 组的第四名。第四节达兴工程以66-57暂时领先桃园埔园。翁家宏这一球两分没有投进，球权重新回到了桃园埔园篮底下，吴宏兴这一个两分拿下。你看埔园队今天这种球已经传了3次了，是传得非常大胆，而且都还蛮到位的，就算没有放进也都能够制造犯规、哦、是。陈建恩这球没有把两分放进，球出界，球权重新回到了打新工程。黄正中距跳投打板，两分拿下。
篮底下假动作，再把球带出来，三分外线出手，三分拿下。你有没有发现施静瑶的投篮也好，黄镇的投篮也好，其实都还蛮有特色的。我觉得他们的等级就是差一点点。你要拉到国际赛，你要打中华队，他就必须要更稳。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可以培养的，中生代的球员，不年轻，但其实比赛经验都够，防守也都能力也都够。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球团也好，中华队也好，我们 SBL 联盟也好，怎么把这样的球员再拉上来，那就是整个联盟能不能升级的关键哦。带着六分的落后，这个时候桃园璞园再把林耀宗给换了上来，另外还有背号21号的简浩。洪俊彦这边给林耀宗，再给底线的陈建恩三分外线出手。陈建恩的三分外线也帮助桃园璞园目前暂时以65-68一球落后。暂停回来，第四节还有7分18秒，打新工程以68-65暂时领先桃园璞园。而下一场5:30的比赛，则是由台湾银行出战汉威大鼎联队，晚间7:30。哈哈，这个发球失误啊！哈哈，黄镇跟吕继儿两个人沟通失当，发球直接把他发到界外去了。这边桃园璞园球权，陈建恩。底线球，洪俊彦外围传导地板球给林耀宗，再给外面的彭俊彦切入，2分拿下。这就是彭俊彦的优势哦，他有身体力量上对抗性，所以呢，任何一个后卫碰到他都很麻烦，一旦他启动之后，你就跟不上了。这个翁家宏的2分拿下，林耀宗底线，陈建恩三分外线同一个位置，这一次没有把球投进。持球的是背号12号的林一辉。底线王子刚三分外线出手，徐静瑶给陈建恩，再把球给出来，彭俊彦塞到篮底下，林耀宗一个转身，这球被翁家豪给打掉，简浩三分外线出手投进。
双方目前战成70-70平手。简浩的三分外线帮助团浦原在第四节后半将分数追上。这边林耀宗、施静瑶一个快攻上篮的机会，两分放进。哦，你看浦原在第四节花不到三分钟就把比分给追上来，而且完成了反超。没错，这边浦原又一次进攻的机会，地板球给施静瑶，再给跟上的林耀宗，这个反手没有。打新工程，林一辉三分外线出手，简浩再把球给抓了回来。洪俊彦这一球没有抓好，太大意了。球权重新回到了打新工程。跳投两分拿下，背号十二号打新工程林一辉，双方目前72暂时平手。石静瑶这一球两分拿下 ，Nice play， 太棒的切入啊，石静瑶是，还有利落的脚步，有很棒的放球的手感。对，也是这一节的两次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将分数给取下。哇，抢劫啊，黄镇！这边三分投射，罗玉群。苗峰特别犯规，打新球。打新工程底线球。虽然是夏季联赛，可是你看双方在第四节好像打得像总冠军赛一样，对，防守的强度、场内场外的联系，还有身体的对抗性都非常的够啊。第四节还有三分钟，桃园浦原以74-72一球领先。林耀宗这边要到了两次罚球的机会。林耀宗两罚中一，虽然出手慢了一点，动作稍微长一点，但是至少 wide open 来他可以把握住哦。是，也帮助大新工程现在取得75的比先，但是桃园浦原的简浩的三分外线
也帮助桃园埔园再度将比数超前78-75暂时领先打新工程。本场赛事拿下胜利的队伍也将会拿下分组第一，也就是 B1。那 B3 跟 B4 的球队分别是泰鼎科技，目前是 B 组的第三名；国光电力，也就是建行科大，是 B 组的第四名。下一场比赛则是由台湾银行出战捍卫大鼎联队，晚间7:30，新北玉龙将出战金门酒厂。第四节最后2:30，桃园埔园以78-75暂时领先打新工程。彭俊彦抓下篮板，快速带球过半场给林耀宗，2分拿下。第四节最后2分钟，你看以林耀宗这种195-196公分跑快攻接近，他的运动能力你很难去阻止他得分哦。陈建恩给底线的施静瑶再给出来。彭俊彦给底线的陈建恩三分外线出手，哇！哇吼！空间拉得够大，高位一个掩护之后突破，左手传球。你看彭俊彦，他现在组织力跟传球能力都很到位了。打新工程球出界，球权重新回到了桃园埔园。目前桃园埔园以83-75暂时领先打新工程。林耀宗一个跳投没有，简浩三分线出手还是没有，张嘉柔抓下篮板，快速带球过半场。给在底线的吕继儿三分外线出手，还是没有把球投进。这边桃园埔园在一个施静瑶的快攻，这球把球给慢了下来。最后的35秒，刚刚吕继儿在底角的快攻的三分球就是追分的一个转机，那个球投进的话，那整个气势都还可以拉上来继续压迫防守，但那个球没投进，大概这比赛就救不回来了。桃园埔园王子刚的推人犯规也让达兴工程这时候来到了团犯满加罚状态，陈建恩两次罚球机会。
陈建燕的罚球也帮助桃园埔园在第四节还有27秒取得85-75的双位领先。那这边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稍待一会晚间5点半将会有台湾银行出战捍卫大鼎联队的比赛，晚间7点半则是由新北玉龙出战金门酒厂的比赛。那在8月31号、9月1号以及9月2号一连3天，依旧有着 DLive 长加夏季篮球邀请赛的比赛，由下午1点半、3点半、5点半以及7点半，一天4场的赛事。比赛地点在中正运动中心，我们是采取免费、免票进场，所以想要到现场观看，这个 DLive 长加夏季篮球邀请赛的朋友们，也欢迎。到中正运动中心来观看比赛。王子刚给在底线的张嘉荣三分外线出手，三分拿下。桃园埔园施静瑶两次罚球机会。两罚中一，吕继尔三分外线出手。第四节比赛结束，桃园埔园以86-78击败达兴工程，并拿下 B 组的分组第一。本场比赛结束，那这边我们也邀请到李毅生坤哥为我们做本场的赛事讲评。我们看到在整个第四节，达兴就是一波流，花不到4分钟完成了一个7分的反超，是同时在最后的决胜期掌握整个比赛的节奏。所以你看到今年其实埔园队在整个阵容的深度上，后场的改变都做了一个蛮大的提升。他们在第四节完成一个反转，防守的强度、针对性，还有针对达兴的问题来打内线，我觉得他们掌握的都非常好。嗯，所以达兴尽管今年卫冕之路会比较辛苦，他们还是有稳定的实力。可是未来他们在整面对埔园这样的球队，面对富邦这种成熟的球队，其实达兴的如果阵容上不补强的话，他们还是会打得蛮辛苦的。嗯，那这边我也想请问坤哥，就是今天萧顺义上场也有着5分4篮板的表现，您对他今天的表现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教练只是让他上来熟悉比赛的感觉，穿上23号埔园的球衣来跟队友相互认识一下。尽管队友都已经认识，今天萧顺义的上场时间就是沾酱油，称不上调整，但是让他熟悉比赛的感觉，让他来跟队友做更多的互动，我想这应该是主要的目的。是，那未来如果真的要让他融入整个团队的话，一场比赛没有打个18到20分钟，看不出他整体的发挥跟未来会搭配到好到什么程度。是，那我们也期待未来一年萧顺义在桃园埔园 SBL 的表现。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稍后我们将为您送上赛后访问。CP4 Peak, I can play.
穿袜子，它的材质我觉得很舒服，很棒，现在就可以帮助我在场上更好的表现。Before peak, I can play. 好的清洁，肌肤有感觉，运动后的完美犒赏。十八运动沐浴乳，全省十八专柜及各大通路热卖中。篮球笔记为您采访到的是桃园璞园萧顺义，顺义你好。你好。今年桃园璞园从金九，萧顺义从金九转至桃园璞园，那这边也想请问萧顺义哦，你什么时候开始跟桃园璞园训练的呢？这个礼拜一吧，对，就前天开始跟着璞园这个家庭这样。还习惯吗？从到现在为止是还蛮习惯，还蛮喜欢这个团队。今天第一场跟桃园璞园的比赛，你个人拿下五分四篮板，你对于你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可能还不太满意吧，可是至少开始慢慢融入这个团队。那未来一年在桃园璞园，你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跟期许呢？目标当然就是可以让璞园进季后赛，甚至拿下冠军。对，对自己的期许的话，就是看教练把我的定位设在哪个方向，然后才做决定这样。谢谢萧顺义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那本场赛事到此告一段落，下一场即将由台湾银行出战捍卫大鼎的比赛，我们下午5点半再回来。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